秀燕，你电话一直在等啊。喂，我黄秀燕，邓云清哦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驱逐出境，唔得甲伊驱逐到那边。啊，问题是，许先生在那边也没有入籍。那又不重要。厝边吼，投诉咱家有人骚扰伊的囡仔，无要让伊等。苏姐，恁也是认为讲吼，拢是我咧惹代志，啊，无安尼啦，以后我拢不爱管啦啦。这个啊，是苏姐哦，你挂保证，你发作进程啊，你就要处理，两小状况哦，你爱随传随到啊。哦，我保证，我保证，哦，你电话来，我随到。